是中新社记者张健，今天呢，我要采访的对象是湖北公安县班竹荡镇95后女孩甘如意。300多公里漫漫长路，4天3夜，一个柔弱的95后女孩，硬是靠着钢铁般的意志，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。我们科室2个人，然后另一个同事呢，他已经工作10多年了，我怕他撑不住，就是回来，一定要回来换他休息。95后，一个如花的年纪，在生与死的抉择面前，甘如意义无反顾地投身到这场战役中。既然选择，就会坚守，这是一位普通医生的责任，更是新时代中国青年的担当。所以武汉呢，现在看起来就真正的这个停止人传人呢，还是一个进行时啊，也就是说如何的把好这个正常人和病人分开，这是一。第二个，把是关新冠病毒感染和流感病毒分开，这是二。这两个问题非常迫切，因为武汉毕竟用了很多的人力、财力、物力、地方来充实医院，做了很多。你这两个问题不解决啊，老是混在一块儿啊，人传人不会停止。这个我也讲，不怕多就怕漏，要把所有的病人都发现出来，后面就是安全了。这个四抗二平衡呢，是我们在这个 H9N9 当行之有效的方法。那么这次新冠状病毒感染的疾病当中，他们的发病的机理啊，许多都是相似的，也有细胞因子风暴。所以呢，这个四抗二平衡在这里啊应用也是非常这个有价值的。记得刚来武汉时，东北的我们不适合楚地的阴雨天气，冷得发抖。值班时只能围着电暖气取暖，心里祈祷着，暖和点儿，暖和点儿吧。感谢大家的厚爱吧。本身我也是一个理科生，没有什么特别高的文学素养，我觉得我就是很客观很真实的把前线的一些事情写出来了。那么由于我们工作也是比较忙啊，每天都有大量时间在病房进行抢救活动啊，救助病人，那么没有时间翻看这些评论，基本上没有看过这个评论。我知道大家可能都很喜欢写一些前线的一些更生动多彩的故事，那么今后我也会努力的把这些呈现给大家吧。他传递给我们的是一种必胜的信念，一种乐观的精神。这种信念和精神是我们面对任何困难可以坚持下去的勇气，也是我们与病毒战斗的思想武器。